一方面水没有问题，第二呢，我们刚刚讲了，台大的有一位教授在《自由时报》的英文版那个《台北 Times》写文章说，这个太平岛既没有水，也没有可耕地，一切都仰赖进口。哇，这个写出来之后啊，啊，菲律宾的律师兴奋极了，在去年12月开庭的时候就不断的引用，说你看他们自己的国际法教授都这样子说。其实这位教授也没去过太平岛，我们上次我去的时候也安排他跟我一起，他也拒绝了。他知道他讲的没有一句话是真的，也不容易哦，几句话没有一句是真的。我一般人不容易做到这一点。最重要就是说，既然有水，那能够种什么呢？它可以种20种以上的蔬菜水果，冬瓜、西瓜、南瓜、木瓜、丝瓜、苦瓜都能种。它能不能种稻米？不能。不是不能，是不愿意去种稻米。那地方种起来效果不好，天气太热了，所以稻米是进口的。哦，这仲裁庭就抓住这点，他有些东西还是要靠外援。我后来就想啊，全世界有哪一个地方、哪一个城市啊、哪一个省啊，它完全不必依赖外援，完全是自给自足的？全世界恐怕没有这样的地方。香港跟新加坡，香港的维多利亚岛，新加坡这个新加坡岛都是岛，可是呢，他们那里有没有种稻子呢？当然没有嘛，他疯了，在这个金融区种稻子，那不是疯了吗？当然不会啊，什么世界了？比较利益定律总听过嘛，是不是？大家种自己最有效的方式，这个道理应该非常清楚啊。居然我就觉得他们这个思维啊，恐怕真的很老化。